甘香、李八谷、刘永富、刘永贵、罗秀才，半糖香张本义、刘明利、刘才，乌岭村王青山、王青禄、王青福兄弟，投过铁的都回礼了。十村八乡的乡亲不在名册上，湘西村的离咱们宅子近，估计能来的照例都会来。太太，给你了。人还是往年那些人。白镇长到了没有啊？八坛子已久，昨天就差镇衙的白队长给咱们送过来了，人一会儿就到。哼，还有谁的礼啊？那汉良来信了没有啊？初九差回的人说，大少爷还在湘西呢。今年初旦，大少爷头一回不在家。那郭洪孝呢？啊，和往年一样，辰时就到了。这会儿郭掌柜和三福小姐已经在中堂了。杨郭啊，哎，去给郭掌柜和三福小姐送些点心去。是，人家是来抬举我们的，咱们可别慢待了人家。嗯。杨郭，哎，老爷的衣衫行头都准备好了吗？您看。好，那你们都到前院去吧。巳时了，十村八乡的客人们也该进院了。杨郭，去看看二少爷，今天这日子不许让他穿得不伦不类的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这还长袍马褂的？这顶帽子也是太太吩咐要您戴的。今儿是大日子，大少爷不在家，太太吩咐您别到处乱跑。太太好，太太好。二少爷，您就委屈两个时辰，过了午时，您就把衣服脱了。我问你，这玩意儿穿在我身上绊我一跟头怎么办？是这衣服重要啊，它还是人重要啊？杨过啊，你帮我招呼客人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吃不了就剩几个吧。没事，我都吃了它。妈忙着帮你爸更衣去，我们全家就春分这一回，知道吗？也许今年是最后一回了，快点吃，妈等着你啊。你说你，你看看你穿着什么呀？衣服，城里人都这么穿。小声点。城里人都这么穿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不去祠堂。嗯，说什么？没听见，说什么？我不去祠堂。你稀罕耿家的鸡毛掸子，我不稀罕。白镇长，哦，杨府，今年的胆子叫什么呀？
老爷没出关吗？还不知道。哦，洗钱抬上来。老规矩，大家在花厅里用茶后胆，请，请吧，请请请。发起钱了，请吧。站住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回太太话，这是每年春分按例散的喜钱。啊、哦，散了几箱了？从40到50，按例每年是10箱。这规矩也是人定的，这是第几箱啊？这是4箱了。我知道了。是大家给店门吓人的，你说寒碜不寒碜？真有钱，一把胆子10万两银子，从慈禧太后到现在能花得完？咱们每年也就是远远的在堂下看那么一眼，沾着财气喜气儿。凭什么镇长和郭无恙能上公堂呢？你看，这镇长有权，不孝烧鸡不有钱呢、啊。嗯。老爷，该更衣了。似曾加识的于师傅来了吗？他昨晚上就来了。今年，咱们的这把胆子叫什么呀？墨龙，墨龙，汉良、袁良接不上手。接不上也好，省得以后再张罗。说什么呢？上盘龙印印吧。哟，白镇长您来了。怎么，三福没来？镇长都来了，小女敢不来吗？上外头玩去了，年轻人嘛。我年年来，你也年年来，可我来和你来不一样。那是那是，镇长怎么能跟我一样呢？耿家的鸡毛掸子可是香木镇之宝啊。是是是是，说是当世之宝都不为过。耿佩奇亲手扎的鸡毛掸子，你是喜欢到骨子里了？是，不光我一个人喜欢呢。您看外头的世道，不管它怎么变，那仗打的是烽火连天，可从当朝的老佛爷到皇亲国戚啊，从现在的大总统到一个个大帅，他
他没有一个不买耿家胆子账的。没那么邪乎吧？啊，您看，御赐的金匾在堂上挂着呢。先前那可是10万两白银一把呀，现在也是5万块大洋一把，还每年春分只卖一回，排着队还不一定能请得上呢。17年了，每年春分这个时节，香木镇10村8乡的人都在咱们耿家过。一会儿胆子到了中堂，7日后请胆花船到湘西7里埠，这改不了。你每年都唠叨这事儿，也不嫌烦呢？耿家不出胆，哪来请胆的船呢？还说，老爷，今天观胆趁着大伙儿都在。你看是不是让湘西以西租种咱们田地的佃户们把3年欠收的租子全都给交上来。今后啊，不管是年成好坏，租子啊一分也不能少。哼，多嘴胆子的事儿还不够，你还想坏我耿佩奇的名声？老爷，种田交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咱们耿家的名声是光靠往外撒钱得来的吗？每年这时候啊，钱是一箱一箱的往外撒，一箱是20块，10箱呢就是200块。那又怎么样啊？加上花船的打点，在春分前后的7天呢，一共我们的花销就是1900块。我还没跟您算上我们5年来欠镇衙门的那一城的瞌睡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没怎么样，我们耿家出一把胆子，一把就能挣5万大洋，别人都知道，划得来。我能怎么样？老爷太太该请胆出关了。老爷，我们耿家从今天起就不要再出胆子了。这些手艺您留着自己玩可以，我们要对外宣布的话就说是闭关收山。躲开。老爷，您要是觉得您抹不开面子的话，等待会儿我替你说。你敢？太太，你让2少爷到堂上帮我招呼客人。是。三伯。我以为你要招呼那帮老朽不敢出来了呢。没我不敢的事儿。嘴硬。只要你说我都能做到。新买的，让我齐进。10块大洋，我爸用船运回来的。我爸就不肯花这钱给我买车骑。敢不敢到祠堂去骑？我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偷跑出来的对不对？走上来。来上车。嗯，坐好啊。啊，走喽。坐稳啊。嗯，小心点。这个家姓耿，谁要敢逆我的意思，我就让他永远没有说话的名分。可我是耿家的当家太太呀。我要说你不是，你就不是。老爷，
您就是为了这把胆子，我可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不怕没有名分。不怕？那你就试试。请胆的张森呢？在客厅候着了。耿老爷，老爷，请。耿老爷，酒后了。耿老爷，各位乡亲父老，谢谢光临啊！抬爱抬。这位是前国务大臣、现中央财政厅徐副厅长的。哦，年纪轻轻的，没看出来呀、啊。徐厅长公务繁忙，小的张森前来湘西请胆的。哟，书贤，进来好啊！耿老爷，今年这胆子什么颜色啊？一会儿便知。哦，一会儿便知，一会儿便知。孟春，桃始花，时更明，应化为鸠。仲春，塔寄鱼，鸿雁来，草木萌动。春分，玄鸟至，雷乃发声，始电鸣。吉时到，请宝胆出关。淑贤，出胆。是，老爷。白镇长，郭掌柜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十多年了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外人了。我们耿家每年出胆，多谢你们都来捧场抬爱。耿家的胆子是乡亩镇之宝啊，一年就出一把，见一次，七日后又顺湘西而下喽。就是，谁让外界人有大把的银子出得起呢？是啊，自从我们耿家的红光宝胆进宫以后，清太后赏了我们白银20万两，还赐了我们金匾一块，她让她的内务府大臣还赐了我们盘龙铜胆玉印。可以这么说，耿家的胆子真的是风光贵重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老爷就不再多出胆子了，我们每年就出10把，9把9万两，春分出关的那把是10万两，现在改成现大洋5万。可十多年来，耿家的胆子从来都是被山外人来请的，我们香木镇的各位财东们从来都没有张过口啊。名气藏于深山，理应远播山外啊。说着玩的，一年可就扎一把胆子，你要我拿出来胆车？现在你告诉我是说着玩的？我就是说说而已。你给我在这等着。哎，元良，等着。香木镇有耿老爷在，宝胆就不会断根儿，每年春分照样有新胆出关。要说耿老爷才是咱们香木镇的宝贝呀、啊！就是。淑贤，
老爷，您就没话跟大家说了吗？大家都是来看胆的。是啊，是啊，耿老爷，大家等着看宝胆，等着心都痒痒了。就是。今年的胆子是中央财政厅的徐副厅长请的，谢资照例是现大洋五万。胆银七日后会随着送胆的花船在七里埠上岸。太太，二少爷把胆子拿出去了。把胆子请出来。二少爷，你们别管我。二少爷，让开！胆子呢？各位乡亲，老爷，今年观胆我们改在祠堂了。谁定的？历来春分胆子不过中堂，七日后出胆在七里埠见光。老爷，规矩不都是人定出来的吗？今年观胆，我们与乡人同瞻。杨公，哎，老爷，胆子我让袁良请出去了。各位乡亲们，我知道在我们厅上站着的是我们的贵客，在院外站着的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，他们也都是冲着我们耿家的胆子来的。来，大家请。一步祠堂观胆。走。走了，我们没忍住。是你说的，那你还真拿？你说我就做。以后没想好的事儿，你就先别说。你就等着挨罚吧。胆子是我爸的命，我是我爸的儿子。我看看，这是今年出关的胆子。
好，今年关南与乡人同战，你耿家的威仪声望更受荣宠了。站在这里，我们当镇长的都称你的陪衬了。没有湘西两岸的父老乡亲，就没有耿家这门手艺。哎，姐这时候还不表示表示啊？别光顾着守拥戴了。表示什么？哎，这里的一大半可都是你耿家的佃农啊。我们事先都已经发了。哎，几个喜钱算什么呀？不成又要免地租啊？好，哎，各位乡亲们，耿老爷说了，今年官胆格外开心，免湘西以西耿姓名下百顷良田一年地租。真是巾帼没人，是我自己想跪的。要是大少爷在家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。我爸和我妈吵什么呢？胆子是我拿出去的，又不是我妈。老爷太太，怕不是因你的事争吵。嗯，这个家我再也管不了了，我要带着汉良颜良走。你怎么不说让我走呢？一张口就又免掉了一年的地租。你想过没有，从民国二年起，我们从我们家的地里收获了多少租子呀？要不然你把我们湘西以西的地全都送给人算了。哎，那是我说要免的吗？白富贵这个人从来就没安什么好心，他是变着法子想搞垮我们耿家。一年的租金就能垮了？老爷，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的胆子，为什么你不想看看咱们家的账本呢？我不看。老爷，您现在连我都不想看了。我受够你了。你有本事把我给休了，再娶一个。这话是你说的？耿白旗，今天官胆是我给你面子，要是七日以后我还在的话，你别想出胆。我现在就休了你。好啊，立个字据。你淑贤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啊，你说痛快了，难不成每回都要我当听不见？怎么，现在你说的痛快了，难不成我就不能当真？我是一家之主。你是胆子的主人，你从来不把这个家放在心上。还就不信了，我耿佩奇这一辈子就得受你这脾气。你找个柔顺的去啊。别逼我。我替你找。
出什么事了？外面有人，好像是当兵的。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好像是当兵的。什么人呢？不知道，都有枪。是不是结胆子的？是回中堂去。是不是结胆子的？不知道。莫公还没换成大洋呢，他结了也是鸡毛胆子呀。你少给我添乱，你回中堂去。怎么办呢？大少爷不在家，我没这时间。慌什么呀？看清楚多少人了吗？有五六个。开门。这里可是江武镇耿佩奇耿老爷家。正是。夜过湘西，水急难渡。这女子的母亲是江武镇白镇长的表亲，沿途路人说耿家即是白家。留他暂宿一晚，天明烦劳送到白府。你们是哪儿的朋友啊？问他吧。你叫什么呀？换身干衣服。是的。不用你们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先睡吧，我去问问什么来路。咱们想什么，他就来什么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人家是来投亲戚的。老爷，我说是人了吗？我说的是这场雨，最多住一晚。你把他娶回来，就不用住一晚了。哎，你这张嘴是从来不知道饶人是不是？刚见一面新的，就不习惯我了？我从来就没习惯过你。
天白天，我陪你过湘西去白家。干什么？替你娶个小的。你。妈不是让你回中堂去的吗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去中堂跪着，白天闯的祸，你爸还没让你起来。怎么了你？什么人？出去吧，不关你的事。帮我把门关上。谁让你坐这儿的？出去！不用麻烦了，我就随便在这待到天亮就可以了。这是你随便待的地方吗？那我们去哪？去！老爷，什么事说？那个女的不肯去厢房，说就在那儿坐一晚上。人呢？在中堂。都没问清楚什么来路，怎么能让人待在中堂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二少爷领后头去了。胡闹！不是让他在胆子面前跪着吗？
心的。